，S.H.E 日前在田馥甄的小巨蛋演唱会上惊喜合体，让许多歌迷激动到泪崩。时隔一个月，又再度送上周年礼物啦！9月11号是 S.H.E 出道22年的日子，三人也特地在 Selina 的 Podcast 节目相聚，同时也公开了馥甄演唱会的幕后花絮。Hebe 透露，彩排当天 Ella 非常的不准时，因为太兴奋，所以很早就在等待，最后还比其他人更早到现场准备东西给工作人员吃。而 Selina 因为太久没登台，在后台一直处于慌张的状态，彩排时小腰果也在肚子里蹦蹦跳刷存在感，不过在上台的前一刻却突然冷静下来。 Hebe 也笑说，她根本是天生艺人，正式演出的表现也让姐妹们都吓到。而由于这次的 Podcast 是在 Selina 生产前录制的， Selina 也在节目中说两个姐妹会一起陪产，没想到 Hebe 跟 Ella 当场傻眼，说根本没收到邀约，甚至被记者问到时还说会尊重 Selina 意愿，自己还没有被通知。 Hebe 边说还激动到太热拉掉披肩， Ella 也说不敢相信现在才收到这个消息， Selina 则自嘲怀孕后记性差，以为早就约好了。三人的互动也让粉丝开心表示，这个生日礼物真的太可爱了，祝 SHE 生日快乐。